一直以来都是一线的教练，跟 Mini 的话他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，我是他永远也无法超越的对象。哎，停停，一样。这里，哎，这句话我有说法了。第一点，谁是你对象？这是第一点，谁是你对象？第二点，我要超越也是超越 SK 啊 ，SK， 你丫的，你好好的，你还跟我说 SK 几关了？丫的，好好想想。永远也无法超。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。哥哥与弟弟。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。角色就跟小孩子一样。小孩子一样。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。小孩子一样。